次嘅修改咧，就係過咗咁多年之後咧，係第一次咁大型嘅咁樣嘅修改。咁啊，好希望咧，司長喺個法案個方面咧，喺一般性，希望係可以咧簡化，即係其實咧呢、這個。法案裏面嘅內容咧，無論僱主或者員工咧，都好複雜嘅，啊，搞到好頭痛，要請假又要去做一連串嘅工作，咁誒初步係睇咧，係的而且確幾複雜嘅，啊，要求嘅嘢多咗同埋複雜化，無論喺嗰個公司又好，或者個人又好，我想提一個問題咧，就係過去員工嚟講咧，政府都有請嘅外勞嘅，啊，政府都有嘅。好多政府部門咧都係請緊一啲專業人士啊，各方面。但嗰個關鍵咧，我最關心咧就係關於工資個方面，因為事實上咧，我收嘅投訴好多係來自國內有關嘅單位或者有關嘅人士介紹呢個人嚟澳門特區政府做嘢咧，佢會克扣一部分嘅工資嘅。咁呢個情況咧係多年已經好普遍㗎啦，個個都知啊。如果你司長應該都知嘅，因為你修改呢個法案咧，今日嚟立法會都可以答到我呢個問題。究竟呢個法案修改咗之後，將來會唔會堵塞呢個問題？因為我覺得咧，佢哋係喺澳門做咧，佢係收全資，但係如果有關嘅政府嘅單位直接轉介呢一部分嘅工資俾有關嘅單位先至嚟咧。先至你可以繼續喺澳門做嘢咧，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所以咧就有咩辦法可以導致到呢個情況出現？第二個問題咧就係的而且確好多內地嘅，包括而家今時今日都係長期，如果喺澳門做嘢咧，佢都要扣，例如300蚊啊每個月，咁個300蚊唔知道嗰300蚊係咩300蚊嚟嘅？點解唔係一次過收咗之後咧，其餘嗰啲工資咧都係應該？跟翻佢自己應該全數咁樣去收嘅，咁呢啲嘢究竟緊其他簡單嘅事嘅工資，佢係應該收足嘅，即係呢啲嘢係可唔可以咧？司長答一答我哋現時關心我哋澳門社會，同埋希望亦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咧，可唔可以簡化？因為希望咧真係唔好即係正所謂，我哋有啲同事都講到，我哋社會係有一個現時嘅制度，社會和諧各方面，即係令到即係唔好令到咧今次嗰個法案頒布咗之後咧有新一套，但係實際上個效果咧就唔係話真係咁好。唔該曬。